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了，我们先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讯游国际版是由讯游科技专门针对国内玩外服、国外玩国服的游戏宅们所研发的一款全球网游加速器，极速、稳定、便捷，国际出口全覆盖，多平台全兼容。讯游国际版为你更快连接全。The Alienware 17 is an epic gaming laptop with dynamic reflexes. Designed with incredible new features for gameplay so visceral, you'll have to decide how deep you're willing to go. With Tobii Eye Tracking, you can take aim with your eyes, unlocking reflexes for a host of gaming functions. Enable mind-bending VR with the next-generation NVIDIA 10 series graphics and optional dynamic overclocking with the latest and most powerful Intel Core processors. Engineered with a new hinge-forward design and premium materials, aluminum for thinness, magnesium alloy for rigidity, and copper for performance.Featuring an Alienware TactX keyboard with N-Key rollover. The Alienware 17 is the ultimate evolution of portable gaming technology. 好了，回来了啊！好，回来就看到悲剧了。悲剧了，悲剧了！小黑又是水到了神族，那还打毛啊 ？PVZ。哎呀，一出悲剧正在上演，太惨了。趁着这个时间啊，趁着这个刚开局的时间，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那个淘宝店最近出了点问题啊，所以我们开了二店。对，我们一店在恢复当中，然后我们尽量快点恢复吧。当然我们二店没办法，所以只能在二店。然后大家看到我们右下角有二维码，二维码的话，你看那个用微信来扫的话，这边有一个这个微店，微店是卖肉的，大家如果想吃肉啊，想吃那个墨鱼仔什么的，你就扫一下那个微店的那个二维码。然后淘宝店的话，我们的网址是 sc2boy.淘宝.com， 就不是以前的 scboy 了，是 sc2boy.淘宝.com。然后右下角那个扫二维码也能扫进淘宝店的，反正一个二维码是我们的那个微店，一个是淘宝店。跟大家说一下啊。好的啊，继续回到比赛中吧。也是悲剧啊，这小黑各种烧，现在搞得莎娜很不爽。但是这场比赛我觉得已经结束了，没有什么悬念了。拼一枪呀，那怎么办嘛？话这么说没错，但是拼一枪也要看拼什么的呀。你这种盲目的自信去拼一枪呢？切。就在我看来，这个局势就跟死刑没区别的呀。对。这要如何是好呢？这个时候。真的呀，狼牙风风拳走了呀。他真狼牙风风拳了呀。那怎么办嘛？只能狼牙风风拳，但是他又没什么狼牙风风拳的细节。这时候如果是绕一波狗出去，已经在准备开头了，好不好？哎哎哎哎！小黑又不傻，看你这样，看你妈一个农民都没有，他弱智啊！哼，他可是小黑儿哟！你如果细节不做到眼不查这个级别，你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机会的。眼不查也只能说自己只有一成机会。不不不，眼不查我觉得挺有机会的。小黑已经毒死了，上面、毒死没用的呀，他上面不是看的呀，他是小 hero 好不好？哎呦，不愧是小 hero 啊！哎呀，正面什么情况？冲！他如果真的亚木塔的细节做得好一点，他已经死了这招。哎呀，他这个投的太弱智了。上！哎呀，这样都能投上来？对呀，那个到了呀，先知道的。那怎么办？只能掉呀！再快点掉一个正面！哎呀，这个时候，哎，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死了，这不用打。啊，再投。但问你小黑已经各种刷那个了呀。哎，我真觉得亚木茶来打真的有机会。有机会。
在打毛啊，这开门那就没机会了。都已经路口都封死了，强行咬咬开，咬开你都打不过呀。咬开又打不过，我跟你说，真的养不他打有机会的。这狼牙风风拳其实是一招很厉害的战术。入口堵得相当好，再堵，哎呀，这细节，这是没机会。我们看到狼牙风风拳放的技巧啊，我跟大家说，就是你上来的八条狗，你一定要绕出去，绕过他的使徒，然后这样的话，你可以第一时间投到他家里面，然后他正面就两个使徒，然后你正面再抱一波狗，你要么是夹他那两个使徒，要么就是打双线，反正就怎么打都可以。当然你比如说，你可以把主矿农民也拉下来，骗一骗那个他，稍微骗一下。反正就整体上你细节一定要做好，你做不好的话你是没有任何机会的。这也没办法，毕竟莎娜也不是天天放的，他可能就看那个喜。哎，只学到了喜，没有学到神。对，我这招要放好，其实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还是有一定有细节的难度。细节进来，你拉我吗？我拉了。这种莎娜现在学到，估计就是杨逍这种级别，学那个什么乾坤大挪移一样，只学到了皮毛。哎哎，我点错了。Go go go！ 好了呀，最后这个八强只有一个中国选手，那个了。这是没什么机会，实力有差距，那怎么办嘛？实力呢，的确是有差距，这个的确是。好，来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双方尊的点位啊。小黑又是学到了神族，哼，尸体。OK。哎呀，尸体啊！只能说小黑肉厚积薄发呀。哇，这个绝对烧香了。真的是小黑厚积薄发呀。那怎么办嘛？那能怎么办嘛？这件事情就啊，不过他上去也一样都得死。对。对不对嘛？这种东西没什么好说的，上去的确打不过这个。看莎娜这盘怎么打了，单兵赢啊！啊，双兵，两兵。那为什么我感觉他的这个兵营总要比对方慢一拍呢？小哥又没有开挂，我靠！哼！哎呀，你已经赢了。Sorry， 这种都来了，我靠！他就没想过自己会输这件事情。废话，怎么可能输啊？你告诉我怎么可能输啊？他妈他输了就是韩国支持好吗？怎么输得了？你告诉我。那也是，你妈莎娜，你妈心都在滴血。啊，你认为他会做韩国星际之耻吗？不可能的呀！哎，接班人，你妈的，接班人说他要让大家看看他展示一下他现在苦练的成果。不，这两天实在是没时间。今天妈的，今天你还要去干厦门孙一峰呢，他那边等着你呢。哦，他啊，厦门孙一峰等了半天呢。对啊，周二呀，今天不是说过的吗？哦、今天啊，妈的，我感觉我干不过他呀，现在。你又自暴自弃了！妈的，我今天下午连5000分的人族都在输。我告诉你，他绝逼是你的，是你的这个上分工具。哎呀，他现在妈的趁我需要我命呐！不会，我感觉他打比赛也很虚的。但我不怕。
我跟他说的，我们要不要赌点什么，对不对啊？他说赌就算，大家都是兄弟，对不对啊？然后我说你是不敢，对吧？他就上了，对不对？不是上了，他考虑了大概五分钟，才给我发一条消息说不要伤了和气，对吧？发一很气，我告。主要他有一次那么自信上来被打爆了，不。不，我说，哎呦，如果哎是哎山呢、哎？这什么情况、啊？这哎小黑哦，卡人口卡惨了呀！这人口，这苏龙四号兵不就被强秒吗？然后开爆台，两个人看换了七个农民了已经。哎、小黑这边没换到几个农民啊？但问题是你这个炮台两个炮台开了，待会儿怎么去跟那个干？挡这一波，关键是挡不了这一波了。也差不多呀，也是七个农民啊，你这先知怪怎么办吧、哎、先知道了死了，你这个二矿开得太嚣张了。好，两个追猎一个哨兵，他不会停的，一波了。对，这一波还是能够这一波是你有守得住的，因为你毕竟还有那个什么东西，但是他不管你要强杀农民啊、哦呦，他这个操作是没有问题的，很极限啊这操作。好了，直接顶脸打你这根水晶，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操作死了呀！这个位置不是直接卡成弱智吗？这个水晶打掉就没机会，肯定要救。你救这个先知在外面等着呢。哎、现在外面先打你基地、也没办法，死了呀。你去救，反正我就先知就过来搞。我现在有大爆台的还好，但是打不过呀。他打正面吗？他强守这个基地。不，这基地掉了就没得打了，不是说要不要抢手的问题。哎呀，这个骚逼，我靠！哼，怎么我感觉沙奈要遭重啊？这个地方，哼，太勾你妈，这个贱货，又要骚浪剑的，太勾你妈的。哎，这基地被打了，然后现在这个局面，小黑只要去开矿就有稳赢版了。对啊，他在勾你下来一会儿，哎呦，他强秒哨兵，对，哎呀，没办法了，这种妈强秒哨兵，你一点办法了，他直接抹进来，抹上来，这死了呀，这个，再放个大炮台呀，最后，拖农民明显就不治了，哎，不过无所谓的，这跟死有什么区别吗？再怕开个炮台，但他就知道下去打那边，没给任何机会。这个就完全没有机会，这跟实力差距太大了。奇迹2-0，恭喜一下小 hero。哎呀，这样的话，小 hero 要面对的是谁？是 TY 还是 Sola 吧，好像是。嗯。哎，我们的这个16进8的这个小组赛终于打完了，之后明天后天都会有的，明天后天是那个8进4和最后的决赛是吧？对，我先把选手先通知一遍。啊，你先跟他们说一下。对。